谢谢你，太太。看看这个画面，太阳当空照，蓝色的天空，多么美好的日子！一切都消逝了。 实际上那不是，好吧，接着接着，接，我接，我接住了，哈哈，他差点就和顺和二为一了。啊，我死了，真的是你，妈妈，我的一夜成名，瞬间成功的儿子，我就知道你会成为大人物。妈妈，我死了，妈妈说的对吗？有事吗？哎，我爱死这家伙了，但是你总说我永远一事无成，毫无用处。 不必乱说话，我那样说是为了激励你。你这样解说非常开心，因为你的话很久以来一直刺痛着我的心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都到这里来了，都来为我工作，这就是开心的事，我们工作吧。把房穿治好，你们能不能不容熊玩？<笑><笑> 时间到了，停工，一寸都不许动。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动，你们得先离开。哦，这个大号的毛绒花生是从哪儿来的？你叫我花生，再叫我就打扁你的鼻子。哦，不不不，你不能对女士动武。嗯，她是个女的。是的，大家注意冷静一下。我们不能让矛盾深化下去。家人们，这是我的朋友。 我们只是认识。对，我们认识很久了，很熟。老雷斯他是树木的代言人。他说的没错，为了树木的利益，请你们离开。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？他们是我的家人。如果公司想进一步发展扩大的话，我需要帮助，好吗？扩大？是的，不能持续这种低层次的经营运转。我已经计划好了宏伟的计划，我们要让兹尼的走向世界。 占领世界，有树叶生产怎么样？树叶，树木会不断的落叶，你要三思而后行啊。